州的高能少年团少年们来到了泰国曼谷，节目中王俊凯首度挑战泰式泼水节，湿发造型抢眼。张上阵，脚踩灭霸同款，化身最听少年。啊，脚冷啊！我戴上了复联里的手套，啊，脚套。杨紫变身杨门女将，让你见识见识杨门女将的厉害哈！张一山挑战苦瓜汁，秒变表情包。迪玛希燃爆出场，大秀海豚音。张雪迎化身史上最红泰拳手，为食材而战。掉了一个吧？他的掉了。你低头看一看。他的掉了。他掉了。看少年们如何玩转曼谷，迎战美食任务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本周六晚20:30播出的《高能少年团》。十秒倒计时，快快快！准备好。